见到你们。嗨，是的，杨怡其实跟这个品牌结缘了、已经是两年的事情了。对，其实新加坡在这里是第一次代言，但是正确来说是第三年了。对，所以当初是怎么样跟这个品牌结缘，怎么样认识这个 Kino Himitsu 这个品牌的？ Kino Himitsu 是一个很久的一个品牌，而且你自己的我对它的了解也很深，所以我对他们很邀请我做代言人，我自己觉得很荣幸很兴奋呢、而且这个品牌是很好，很有给人家是一个很 good 的 brand， 所以我觉得他邀请我啊，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代言，而且跟他们感觉就是一年比一年好。今年再看到他们，看到我的老板，我觉得我们好像一家人一样。真的，而且我觉得你们那个容光焕发的这一点哦，就让你们很像一家人。对呀、